现在年轻人也很重视这个运动养生对、啊、健身等等，所以委员平常也是靠打篮球还有重训来维持体态嘛，对不对、啊、然后加上你的形象又很清新、啊、这都是你吸引年轻族群的重点、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年轻朋友会觉得你的藕包太重所以你自己怎么看？你觉得 你真的有藕包太重吗？你会不会想说怎么样可以更接地气一点？我觉得其实因为很多人是真的没有接触，所以会觉得好像跟他们在电视上面看，对，因为像我只要有机会可以到市场、到商圈、到基层去走，很多朋友、年轻人或是摊商或是这些民众看我说啊，你跟我电视上看到都不一样哎、你我电视看的都不一样哦，啊，很热情、很亲切、很接地气哈、所以我想未来当然就是继续勤走、那也想办法。能够让所有民众可以看到我、见到我、跟我握到手、跟我聊天，当然很困难跟所有250万市民接触了，但是我会尽量的呈现最自然、最真实的我，而不是说大家只是电视上或媒体报道上面。对，其实我看到你在跑行程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你是每一双手每一双手握，不管他手上有没有猪油还是有没有鱼腥，你都还是一双双握哈。然后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碰到小朋友啦，或者是坐在轮椅上的长辈啦，你都是亲自弯下腰好，或是蹲下来去跟他们互动，好对。所以讲起来其实你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只是没有接触过的民众他可能不晓得，可能只是透过电视或者是你的形象太完美了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我们的年轻朋友在我们的街访的时候呢，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期许，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不过在我们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让委员自己先回答一下这些问题，看你回答的跟我们年轻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我们先来看看接下来的题目。好，首先呢，就是觉得民众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大部分可能都觉得我很斯文吧，我在想。OK， 好，你觉得对你的印象是斯文。然后呢，那民众会最想看你做什么样的解放？解放吗？可能会想我唱一首歌或跳一段舞。因为这之前我可能在有些节目或者是网络上没有做过，所以可能他们会觉得，哎。想要看我这种比较活泼的一面，对。OK， 如果你是帅管家，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贴身服务？做菜吧。做菜啊，我其实还蛮喜欢做菜，虽然说没有很常有机会做菜了，但是有时间我还蛮喜欢下厨。哦，因为我爱吃。你比较擅长的菜，拿手菜是什么？三杯鸡。三杯鸡、哦，那下次我们要尝一尝。可以可以。好，那上任之后。就是如果能够当选台北市长，上任之后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我会先走访一遍所有市府员工，跟他们拜访，然后了解，也告诉他们，其实未来我一定是当大家最强的后盾。而且我会想要去拜访清洁队员，因为在基层，其实台北市的环境其实都是靠我们辛苦的清洁队员，然后给他们加油打气。所以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情是先了解你要工作的环境，然后未来要帮着你一起服务市民的这些人，8万员工，对，然后不同领域，然后不同的层次，然后去看看他们的工作环境，然后了解他们的一些工作心声，然后再成为一个好的团队。对，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民众怎么说。还是希望他加油啊，毕竟他长得蛮帅的嘛，难得一见，希望他能做得好。他就站在你面前，你会想要跟他讲什么话？你本人真的比较帅，因为我记得我好像看过他，就是他本人好像真的比较帅。那你觉得他在镜头上面怎么样？然后真实的怎么样？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那你怎么会觉得？我想说立体耶，比较他是立体，就比较真实一点。对。万一你不熟？不熟。好，那你知道他要参选台北市长？我不知道哎、欸，你不知道，不知道。好，你看，我觉得他讲话太软了，目前对，可以再硬一点。男人要再男人要硬一点，对对对。他在要去上一个节目，然后他会做，因为他身材不是还不错吗？对。那你觉得你会想到他做什么样的节目？抹个油。抹油。就觉得他的身材，如果他好的话，就是觉得哇亮一点啊，就是展现。穿女装跳舞。哦，那个好辣啊！天，那画面直接跑出来，还是什么，就是秀腹肌之类的。感觉秀腹肌就很多人看了。
你会想看？穿女装爆点比较大，我就比较想看他穿女服装跳舞。有什么要想到什么歌吗？抖音歌？可能极乐净土吧。哦，我想看他那个肌肉能不能撑爆。农农不是有上伯恩的夜夜秀，他就把他那纽扣直接爆开。嗯、我蛮想看蒋万，因为他们两个时常会做比较。假设如果他是蒋万是你的帅管家，你会想要使唤他做什么事情？他帅管家吗？拿个抹布擦地板，看起来身段。这个问男生，有一个很亲民的感觉。打扫，就打扫。打扫我的房间，帮我擦擦地，这样，用跪在地板上那擦地板，因为打扫做家务，整理房间。管家吗？对，我希望他很有钱。然后他帮你做理财管理吗？还是什么？可以给我钱花。可以载我去学校唱歌给你听，还是什么秀腹肌给你看？跳舞吧，跳舞，跳什么舞？抖音舞。性感的。你笑那么开心，你是不是已经有答案？对，赶快讲。是不是想要他对着你跳舞？要脱衣服吗？啊，就猛男秀那一种，他说的，不要，可以先不要。但反正就是穿衣服跳舞。对，他是跳可爱的还是什么性感的？我想看他跳可爱的。你有什么例子吗？就那种什么优米，类似那种，就是那种可爱版的，就是会很反差，很好笑。让他穿女服装跳舞。我想看他跳可爱的。那假设如果他当选了台北市长，你希望他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好，我觉得交通吧，因为我是住内湖啦，我觉得内湖真的蛮挤的。停车问题？停车是一个，对，停车是一个。然后第一个就是上下班期间，只要是从国道下来的都很塞，的地方都非常的拥挤这样。我设一些吸烟区，因为我觉得捷运没有吸烟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像是一些长途跋涉的人就会很疲乏。把大巨蛋改好，我就可以去看演唱会。修马路。还是修马路，还是修马路。你那马路到底有多大的那个？因为我很常骑车，对，然后平常可能上下班也骑车，然后不修马路，我就骑得很累，因为会一直这样咚咚咚。对，对每个市长的期望，绝对都是修马路。好，真的年轻朋友，蛮多人希望你很多很实际的建议耶，蛮好的。对，然后我们先从轻松的聊起，很多人希望你秀腹肌啦、抹油啦，或者是跳舞啦，所以万委员今天要不要这个给大家稍微解放一下？达成他们的期望吗？对，要秀一下腹肌，还是绷一下扣子？可是我今天穿衬衫耶，这样看得出来吗？好，抹点油吗？你先撑起来，来，我这边预备好，就是万一你这个现在非常的接地气，然后这个没有偶包包袱，愿意解放，这个有油在这边，这个你就满足一下我们年轻朋友他们的愿望。他说：“哎，你涂油之后，这个肌肉好，可以看起来比较闪闪发亮，看起来很健康的感觉。啊”好，耶！因为今天穿衬衫的，对，今天穿衬衫。对对，那个待会儿还有行程秀，这个扣子不能崩坏的。OK， 好，那个我们观众朋友有满足了你们这个想要抹油然后秀肌肉这样子的一个幻想哈。那么下一次哈，以后还有机会。